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，关爱基金第三次推出项目，为合资格的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。申请分阶段进行，曾领取2015年再次推出项目津贴的住户收到通知信后，要递交回条确认资格。详情请参阅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-6666。由现在起，二人住户可确认资格或递交新申请。